郭石夫，北京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清华美院中国国家画院客座教授。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有关写意花鸟画的精神理念啊，它的文化特质啊，这个有关写意画的一些这个概念的东西呢跟大家讲解了一下。下午呢我们讲关于梅花啊的画法和梅花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去画梅花啊，梅花在中国写意花鸟画里面啊，这个作为四君子，上午也讲到了哈，它既是我们的画材，绘画的内容，又是培养我们绘画技术的一个手段。啊，因为大家知道梅花生在冬天，没有枝叶啊，它只有开一些花，而且这花呢在这个里面呢也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那些梅树的干。为什么我们古人关注到梅花上来，把梅花也提升到四君子之一来说啊，就因为中国人呢，尤其士大夫阶级的这文人呢，他注重气节，注重风骨，风骨气节都是人的精神理念，他不太注重那个利益名誉的东西，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吧。所以呢他在审美的过程当中呢，看到梅花的时候呢，也是呢把梅花呢当作一种高洁的啊这种象征啊，所以画梅花。梅花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骨性啊，因为知道树本身它的没有枝叶的情况下就是树干，树干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树干呢啊，树干是一个骨，啊，这是一个整体的树的一个骨，啊，这骨在中国绘画里的概念也挺深刻的，在用笔的过程当中就讲骨，也是讲骨性、骨力啊。什么是骨呢？生死刚正谓之骨。你看，把它提到生死刚正这个概念上来，啊，说是骨力、骨性。所以呢就画梅花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要注重呢这个画的这种这个树的这种精神性和人的这种精神性。所以这是中国文人去画梅花的这样一种情怀啊。我们明白了这种情怀的时候，我们在审视我们去欣赏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从这样的情怀出发去审视作品的好与坏，我们就能够辨别出来哪些画的作品的它的内容啊，从精神性来着眼它画的好与坏，我们就有了一个区分，是吧？这是画梅花的一个精神理念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看看，你看看古人啊，我们看到这些画的这些梅花啊，都是骨力很强的。所以我在这里头呢就是把这个古代的一些画梅花的比较好的呢选了一些呢，也是提供啊给了大家这个一个参考，是吧？希望我们呢能够读懂这些画啊，在读懂这些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掌握方法。你看方法来说它是很活的，是吧？没有两家的梅花画的方法完全是一样的，是吧？那从古代形式，从王冕啊，依照文征明，再到后来的石涛，我们看到罗聘等等，汪士慎啊，到后来的这个吴昌硕啊，齐白石等等这些画家，你看看他们的画的这些梅花，就方法论来讲都不是很一样，
是吧？就在用笔琢磨啊画形象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样，但是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注重一个气骨啊。尽管吴昌硕后来画了很多红梅这样的啊梅花，他也是表现那种精神性那种气骨在里面啊，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后面呢也有呢我画的一些梅花啊，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继承了古人的啊方法和精神啊过来的，是吧？啊，包括了画的霞雪，这第一张霞雪，这是我在八十年代初，81年的时期左右画的，是吧？表现呢那一束梅花垂下来和这个红山茶在一起，那个霞和雪的那种给我的那种感染啊，那种美，但是那个气骨啊还是要表现梅花那个整个的那个干的那种精神性啊。虽然是一个垂下来的梅花，是吧，在构图上它是走了一个 S 型这样一个啊，从上往下再从下往上这样一个精神性。只要我们把握住了画梅花的这种精神的需求，是吧，我们在临摹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范本来学，是吧？啊，不是说非得我就是学某一个人，啊，我上午也谈到了那样的学习呢，恐怕就是收益啊就不会很大，是吧？所以呢，要从根本上学习，啊，这样呢，你就能够那个啊取得一个比较好的进步，啊，就画梅花而言呢，就方法论来言啊，在这个构图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有好多方法啊。古人讲无女不成梅啊，这个梅跟女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女字的那个穿插，我们看女字它是很多横竖撇捺在它的一个穿插过程，这个梅树要把它画美了呢啊，它也要讲枝叶的穿插这个过程啊，这是一个具体的技法问题啊。这个具体的技法问题呢，就是和以后的所有的花卉的画法其实有好多道理是相通的。你比方说一张画的开与合，疏与密，是吧，这在画里面啊都是相通的，都是要用得上的，不管你画什么，是吧？所以这是画法的问题。就画的精神性来提，刚才讲到了，就说那每一种花卉呢，当然呢有不同的精神上的要求，是吧？啊，这个由于作者的不同啊，他所表现出来的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关键是大家下面啊要去多读。对于中国的这个古代绘画的这个精神性，以至它的方法啊，我们要去读。我只能告诉大家，你去关注啊。你比方这一个张画，你要看它的什么呢？啊，精神理念是一个方面啊，从它的构图看起啊，看它这个构图，开与合啊，疏与密，是吧？啊，成与破，啊，这些关系。因为是这些关系是造成画面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啊。说我在大自然里去看，大自然里没有这个，大自然里既没有什么所谓的开合，也没有所谓的疏密，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画理。我们既然画画，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画在一个有限的纸面上的时候，存在着这开与合，疏与密，是吧，浓与淡啊，干与湿等等这些相对的这些道理啊，这个恐怕以后全是都是一样的啊。梅花呢，刚才我讲了，是吧，主要是画树干，大家看了这几张画也是有从下面往上生长，是吧，也有呢从上面往下生长啊，它是取舍的不同，因为画家的关注点不同，取舍的不同，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画的时候呢，啊，要注重去表现树的这种精神性。笔墨这个东西来说是表现内容的，是吧？它就需要通过积上色的方法啊来掩饰，来表现这个。花的画法，我们也刚才上午也说了，方法也很多。有的人就注意比较画的比较规整，比较画的这个相背啊，画的这个什么，画的比较让我们一下就能感觉到。有的一些大师，哎呦，我什么为反正是大师的，反而他为什么他不画的那么具体了呢？就是刚才讲的，他注重的精神点不太一样，这是可以的啊，不是说那个就错了，这个就对了，这里没有这个对错的关系。但是从我们初学的同学们来着手的时候，还是要先易而后难啊，先从一枝叶的画起，先从少画起，然后呢我们再呢逐渐的呢复杂起来，是吧？如果一下子就复杂起来，恐怕同学们一时也掌握不了。所以你们在临摹的时候，选择范本的时候呢，也先从简单的入手。这本《梅兰竹菊》，这是中国历代梅兰竹菊精品，啊，因为这个出书的人呢，就出版社呢，可能他是通过了很多的这种筛选，啊，从他的角度来认为是精品的东西。把它成书了，是历代的，啊，最早可能要到五代，是吧？一直到近现代，啊，梅兰竹菊的各家的东西都有，这是一本很好的一本工具书，啊，我们同学来学习的时候呢，啊，我建议你们呢，应该去背一本这样的书。但是这里头我看了看，是不是都是精品？这不是不那么太好说，啊，不完全是。这个精品不精品，在一个作家来说呢，一生的当中的话，在一个画家的身上来说，他也不是一个，他所有的画都是精品，不是，是吧？精品还是很少的，啊，这个尤其我们中国绘画这种精神性的这种文人绘画来说啊，啊，历朝历代的这个画家。有的是，但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画家是很少很少的，啊，你看看元也是元四家、明四家、是清八家，说了半天啊，没超过十个数去，是不是啊？还是很少的，因为它是能够流传有序、能够被历史所认定的，啊，这样的画家不是很多，所以呢，这一本书里的。关于梅花的这一部分，啊，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像这样小品扇面，是吧？这个小的这样的一枝一叶的，你括金农的这个，啊，金农呢，他在画的过程当中呢，他画的梅花呢，很清淡，啊，很高雅，很清淡，啊，一枝一叶画的交代的都很清楚。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在学习当中的范本，啊，他的画的里头有圈花的，也有点花的，啊，这个再来说，他画的，我们就看到画的非常的好，啊，我们在读他的画的过程当中呢，也去把握一下他的精神性，啊。在明代的时候啊，王谦呐，什么等等这些，他们画的这些梅花啊，基本上呢，形式呢是大概其都相似。王冕什么这些都形式大概其都像，就是一个时代呢，他在画的是画风的时候呢，有一个时代的一种
一种基本面貌，啊，还有一基本面貌。哎，你到了清代呢，清代人的话呢，跟这个明代人啊，跟元代人呢，有着一个明显的一种区别。尽管它有着一种师承的关系，但是还是看到了一些区别，啊，这是这个绘画在不同的时代里头，这个语汇呢也在不断的转换，啊，一直到了吴承硕。你如果看到我们看到王冕的这些梅花的时候，你再去看后面的吴承硕的时候，恐怕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啊，同学们也会问，怎么这个都是在画梅花，前面的梅花画成这样，后面的梅花画成那样的？对，社会的变化，人的审美的变化，啊，个人的精神价值的取向不一样，所以笔墨我刚讲了，笔墨这个东西呢，它就完全的随着人的内心世界不同而在表现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性就有了变化。梅花本身并没变化，梅花从古到今这梅花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是我们中国，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那么我希望啊，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由浅入深，啊，逐渐的啊这个掌握各种方法，是吧？不要一上来就齐白石啊、吴承硕啊，这样不好，啊，这样极容易的画空了，啊。我也看到好多好多人，就是上来就吴承硕，上来就齐白石啊，上来就是现代的这些画家的这些画风，是吧？这样容易画来画去呢，画成了一个空壳，啊，画成一个空壳不好，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前辈的老先生们，包括吴承硕，我就说吴承硕在40多岁的时候画的梅花，他那里头我看了看，还有好多好多前人的东西，甚至还有他当时的像他任伯年啊等等对他的影响，还都存在，是吧？齐白石那就甭说了，60岁以前的东西跟他60岁以后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画院里保存有齐白石，啊，这60岁以前画的很多的作品。那些作品你拿来以后，你一看，不管是从书法也好，还是从绘画的构图也好，还是方法也好，他在一步一趋的学金农，学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啊，包括字倒是学金农，啊，也就是说，一个成名的画家，啊，他一定是有着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础，才能够呢，后面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成就，啊，不可能是一开始我们上来就有一种像现在有些流行的讲，我要去进行搞创作，啊，这个你怎么创呢？是吧？就像陈半丁先生说的好，那不叫创作，那叫闯作，是吧？那叫瞎闯啊，那不行，是吧？中国既然是文化，文化它就是有。根脉的东西，是吧？所以呢，不光是一个画法的问题，还是个理念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大家理解了啊这一种画，这一个科目它的精神的要求啊，它的理念上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你才能够去辨别好的画绘画。我想既然我到这儿来跟大家交流，跟大家讲课，那么咱们就回到艺术的本质上来，是不是？画梅花啊，好，哪些梅花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去学习？你看在中国绘画里的六法论里头，就把临摹作为一法来固定下来，为什么呢？就是这种方法，它不是一个人创造的，是吧？它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啊，我们的好的画家又用了他一生的生命，啊，去注入了。这样的东西我们不学，就像李可染先生说的，我们不学，我们岂不是是傻子吗？为什么我们要继承呢？就因为我们前人创造的这些啊，文化的、精神的、技术的这些，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啊精神的财富，
是吧？所以我们要继承，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是吧？这画贵存我，这是最后的事儿，这不是一开始的事儿，不是我们同学今天就要做的这个事儿，是吧？如果你的功力、你的学习、你的本事大了，你的笔下游刃有余了，是吧？是吧？你不想存我，他也会存我，因为你不是那个历史上其他的人，你是活在现实当中的你，啊，啊，这个又谈到上午的这课话题上来了，是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吧，中国绘画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是不是？内容去怎么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去怎么画，那是一个相对而简单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一本画册呢，在梅兰竹菊里边啊，集中了历代梅兰竹菊的精品，是吧？还有局部，还有局部啊，我们下去好好的去研读，这样我们就啊能够取得一些成绩。我在清华美院还是在这个荣宝斋画院教同学的时候，也是跟他们反反复复地讲这个问题，啊，给他们提供一些临摹的指向啊，一些范本，需要他们去下去一步一趋地去临摹去画，啊，凡是那些个很听话的同学去那么样做了，像我说的做了，在一段时间里都有进步。都有进步啊，而恰恰是还是在随心所欲的画的时候，这就进步就很慢了。我呢也就没有办法啊，因为我的画法也是从这个里面逐渐的演变过来的啊，演变过来的啊。这里是一张就是我画的一张丈二批的一张梅花，这样比较大，尺幅比较大，是我在这个生活在梅园看到这个梅花的这种生长的这种契机感的，啊，这种蓬勃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感觉啊，啊，后来画的这一幅，啊，基本上也是一天就完成了，啊，所以呢，就是，画这么大的时候，啊，这个梅花画一张丈二批的梅花的时候，树本已经画得跟真的树本差不太多了。如何去安排它的疏密关系、穿插的关系，造成美的那种视觉的那种感觉啊，这就是画家的一个功力的一个表现，是吧？所以呢，这个画它这个你看个，它基本上就是树枝跟树干的扭曲枝的穿插啊，它还要形成一种美感啊，还每一个枝。中国画就是这样，它不光要一张画你看起来完整的一张画，它要有一种美感，它要求你再拿出一个局部来啊，拿出一个枝儿，把这一个东西放大一个局部的时候，它依然很有感染力，它依然还有笔墨的精神存在啊，这就是功力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一个修为修养的过程啊，笔墨锤炼的过程。所以呢，大家这个画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这个时候，不是要让大家去临我这些画，啊，是读一读就可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一本书里面，我们提到的那些东西，大家要精读，啊，精读精研，来具体的来画，是吧？画不是说出来的，是画出来的。画出来的就要在手上就要去用功啊，就要去有手上的表现力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学好。这里面也有一张梅花，我着重给大家讲一讲啊。这张梅花香雪，这个香雪也是我在生活里面的一种感受，并不见得我的感受跟这个画是完全是相同的，是我在生活里碰到了这样的场景的一种感受，一种冬天啊，那些寒雀，那些鸟
落在石头上，下面有哎梅花，但是梅花没有我现在画的这么大，啊，我呢为了表现这种精神，是吧？所以呢把这个梅花画成了很大的一棵树，啊，大家可以看花并不是很多，是吧？斜着出来啊，啊，两棵斜着出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是技巧问题，啊，如何去安排啊？这一枝跟那个枝枝杈之间的关系，你们看这个枝杈有的直着长出来，这是斜着出来的，但是它互相交错啊，要形成一种美感。啊，这花呢，点的呢，斑斑驳驳的，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具象。关键是那些树，那些树的干，啊，那种精神，那种，啊，像铁一样扭曲的那样的一种树干，啊，在这个树干里面注入的是精神性，是吧？这面一块石头，这样嘛，两边呢形成了一种平衡，啊，形成了一种画面的一种稳定感，一种平衡，啊，这个力量向下，那个力量向上，啊，形成这么一种感觉。那些树上那些胎点，你看有的呢点在树上了，有的没有点在树上，啊，形成了一种氛围，一种气氛，是不是啊？只有这样呢，我才认为呢它才能够表现出来那个老树那个老的那种枝干的那种倔强的那种生命体，那种感性啊，那种枝杈的那种感性往上生长，啊，有的呢已经枯死了，树枝已经枯死了，但是呢有的树枝呢那梅花还在那蓬勃的向上生长，那生命的旺盛的那种力量，啊，这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呢画了这张梅花。当然这张梅花你去看它就跟古人的时候呢还都是梅花，但是呢可能它注入的啊精神性啊笔墨啊都有所改变。它好像是我们这个时代啊，尤其是我这个画家吧，我自己关注的在这个梅花里的精神性的一种关注，一种场景啊，那个冬天那种那个氛围啊，那种生命的力的存在，是吧？那鸟的缩缩的在那寒冷的里面，在石头上啊，画了这一张画啊，有它的一种内容和精神的一种把握，是吧？所以呢就是这是不一样的。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话，就是说在画梅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如何入手啊，如何去体会啊，去体会古人的一些用笔用墨的方法，立意的方法啊，画的意才是灵魂啊，如果这个画法再好没有意义啊，也没有意思。所以我们画写意画的人啊，是吧，不是说随随便便拿起来就画了，他首先要有一个想法啊，我这张画想画什么，我怎么画，怎么去立意啊，在这个立意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安排构图，安排笔墨，安排这样是这样一个过程。艺术的修为是精神的华贵，有很多人呐，穷途潦倒了一生啊，啊，我们知道八大山人，我们也知道徐渭几次自杀呀，是不是？为什么呀？他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他要有一个那什么理想的抱负实现，他还去会是那样吗？不是那样，他是苦闷而产生的艺术。你去看一看，徐渭有一张葡萄画的很长卷，啊，几乎是疯狂的在画，是他内心的苦闷宣泄。全在那个画里面淋漓尽致，所以这就是艺术，这是艺术的本啊，人类需要艺术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啊。所以我想既然我到这儿来跟大家交流跟大家讲课，那么咱们就回到艺术的本质上来，是不是？画梅花啊，好，哪些梅花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去学习？我们在座的同学也可能有的画过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了一段的功力了，也有的同学呢可能是
啊，这个时间还比较短，是不是啊？但是都要沉下心来啊，我们要临摹啊。你看在中国绘画里的六法论里头，就把临摹作为一法来固定下来，为什么呢？就是这种方法，它不是一个人创造的，是吧？它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啊，我们的好的画家又用了他一生的生命，啊，去注入了。这样的东西我们不学，就像李可染先生说的，我们不学，我们岂不是傻子吗？为什么我们要继承呢？就因为我们前人创造的这些啊，文化的、精神的、技术的这些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啊精神的财富，是吧？所以我们要继承，所以我们要学习，啊，不是说从我，还是我上来要创造啊，这是什么？不是这个概念，这个是画家最后的事情，是吧？这画贵存我，这是最后的事儿。这不是一开始的事儿，不是我们同学今天就要做的这个事儿，是吧？如果你的功力、你的学习、你的本事大了，你的笔下游刃有余了，是或者说，你不想存我，他也会存我，因为你不是那个历史上其他的人，你是活在现实当中的你，这个又谈到上午的这些话题上来了，是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吧，中国绘画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是不是？内容去怎么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去怎么画，那是一个相对而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这一本画册呢，在梅兰竹菊里边，啊，集中了历代梅兰竹菊的精品。是吧？还有局部，啊，我们下去好好的去研读，这样我们就啊能够取得一些成绩。我在清华美院还是在这个荣宝斋画院教同学的时候，也是跟他们反反复复的讲这个问题，啊，给他们提供一些临摹的指向啊，一些范本需要他们去下去。一步一趋的去临摹去画，啊，凡是那个很听话的同学去那么样做了，像我说的做了，在一段时间里都有进步，啊，而恰恰是，还是在随心所欲的画的时候，这就进步就很慢了。我呢也就没有办法啊，因为我的画法也是从这个里面逐渐的演变过来的，啊。演变过来的，啊，这刚才我讲了这么多啊，不知道我们同学呢，就是你们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是吧？我们呢，这个方法的时候呢，是不是绘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在这儿呢也可以给大家呢做一个这个表演的讲解吧，是不是？这种各种方法的这种运用，笔的起和转成的关系啊，花的相背啊，花头画的比较具体一点。这在清代，我们刚讲到像金农的那些东西画的就是这一路，他画的呢是比较典雅的那种。这种梅花，是吧？画起来呢，那个枝子很优美，它那个花呢画的也比较多，比较这样的，啊，明代的一些画家画的这样的也有，是吧？但是像这个文征明他们画的那个呢，比较强调骨性，比较强调气骨的这样的画的也都有，大家知道了就可以。这个大家伙可以在画册里去看。啊，历朝历代的你们去可以看每一种风格是什么样，是吧？啊，但是都是要求画出来的很画呢要比较高雅，啊，
这个画呢，就是咱们今天在讲的画，都是这个水墨的啊，没有去涉猎画颜色的这个梅花点染的还没有。哎，明天咱们下一节课呢，可能会还谈到这个样的一些画法啊。那个在如何用墨的这个过程中，如何用笔用墨，待会儿我在演示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也可以看。啊，我主要的是呢，也是呢，并不是按照我每次去搞创作来给大家提供示范，而是把这些技法的东西啊，适合于你们现在的啊这种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呢，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可以注意我在用笔的过程当中，这笔的如何的使转，啊，这是个关键，这个是个技术的关键问题，啊，这个笔的使转呢，将来你们在画所有的画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讲笔墨要活脱，活脱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画出来这个线呢，它要有既要有精神影，又要有活泼，又要有形象在里面。笔墨最怕的是板结死，是吧？画的刻板，画的结，画的死，这个画就没法看了，是吧？笔可以画的很苍茫厚重，但是还是要活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关键的是这个笔的这种使转的这种功能性，它跟书法近似，但是又有区别啊。书法我们握管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根据啊，就是横撇捺，它比较清楚。这个因为你画的时候呢，你这枝干的什么这转折是瞬间的事儿啊。我们这个毛笔啊呢，拿在手里的这根毛笔呢啊，不是一个攥着跟一个棒子似的，是吧？它要在我们这手指之间有一种捻动，有一种啊使转灵活的这么一种。手指和手腕的这种关节啊，这种啊，所以待会儿你勾出的线呢才有跳动感，是吧？你们去看啊，待会儿在画梅花的这个梅花的时候，它这种跳动感是什么，是吧？我可以在这里呢给大家伙做分解式的这种讲解，分解式讲解易于大家呢就是来掌握，是吧？再有你们去看我在用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墨的深浅的变化感觉，为什么画的时候可能树干用墨比较浅一点，是为了后面有胎点的时候呢，显得那个胎点更清醒更突出，就更醒目啊。所以呢画树干的时候呢，可能不是用的很焦的墨啊，有的时候呢树干的墨就直接就是焦墨就画下去了，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根据你画的这张画你要注重的那种精神性在哪，所以它是一个很活的啊，转换的，没有一个定式的一个方法，啊，定式的方法其实就是要这个笔要活，笔要用活，啊，笔要存在精神性，啊，笔的精神性在哪儿呢？刚才也讲过，筋肉骨气，这笔力要存在有筋有肉有骨有气，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毛笔的使转，啊，尤其是在花卉，是最丰富的。为什么后来很多，也说现在很多这个人物画家、山水画家什么都从花鸟画里讨技法、讨方法呢？讨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用笔的方法。啊，黄胄活的时候，他讲过，他在用墨啊、用笔的时候，他从李苦禅那儿吸收了很多啊墨法。花鸟画的墨法怎么去运用在他的人物画里面，所以就是花鸟画的这种用笔是非常的活泼活脱脱的啊。所以这个咱们现在呢有了这样一个电视的条件啊，你们可以看到啊，我在用笔的过程当中，这个演示这个过程当中，是吧？这个笔是怎么过来的。我现在呢先呢把这个像这个金农他们画的这种梅花的这种方法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因为金农这个画是一种写意文人绘画啊，
我刚讲的为什么要从他这儿入手，就因为他这个东西还画的还是比较偏稳重的啊，不是那么个性特别张扬的。现在开始啊，下面是圈花啊，我说看啊，好，今天的课程呢，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